嘿，哼，等一下啊，我来想，哇哇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灯吗？哎，好可爱哦！晚上点灯是不是？啊，好漂亮啊！漂亮，好漂亮，富贵，富贵，真的是富贵。不是，咱们就是说，这个洗澡的地方也要这么大吗？太好了，还要熨斗。快快快！我就知道我会在最后一刻就这样着急。等会儿反了，哥们儿。然后现在要去，我连厕所都还没有上，老天爷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莫慌，皮筋儿呢？哎，完了，我没有皮筋儿了，那就用它整理一个皮筋儿，简单的装发一下。咋没开呀？OK，来了吗？这不是熊雷。整个节目播出来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，我闭麦。这种褶皱的衣服真的很难。闭麦，闭嘴，你听着吧。现在这里凉快一下啊，冷静一点啊。我在这穿衣服。咱们进行一个快速的大动作。袜子呢？刚不还在这儿吗？我的袜子，哦，在这儿。这是我，我感觉你们会把我剪成神经病，到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这儿自言自语的。别把我剪成神经病啊！